速传。进士的人有救了，请先不要花钱雷射，不然钱都浪费了，太强了了。在你使用这款秘方的第一天至第十五天，你会感到精力旺盛，你在看东西时不会感到疲劳。在你使用这款秘方的第十六天至第三十天，你会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清晰。在你使用这款秘方的第三十一天至第四十五天，你会发现你的视力基本恢复到健康视力的水准。一，精通医术的高僧传出来的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秘方。得知不易呀，恢复视力的神奇秘方。慧明学佛资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从一位精通医术的高僧手中获得了一款能彻底治好近视、恢复健康视力的机密秘方。这款秘方效果奇特，可以使你在短期内治好近视、恢复健康视力。我曾经严重近视，900度近视，我用了它的秘方后60天就治好了近视，恢复了健康视力。这款秘方效果是如此奇特惊人，我恢复健康视力后的欣喜之情是无法形容的。我现在的视力 1.0， 本人相当兴奋。我将秘方公布出来，让这款秘方造福更多的近视朋友，使更多的近视朋友尽快恢复健康视力。尽管我现在在国外，可是我还是要把这个秘方公布出来，使这款秘方造福近视的朋友。秘方内容如下：配料，陈皮150克，白参茶100克，铁观音茶10克，桂皮20克，八角20克。做法，把陈皮、白参茶、铁观音茶、桂皮、八角切块或碾碎，均匀掺合在一起，每次取用这种混合的配料4至5克，放入杯中，加入开水浸泡或放入锅中加水煮沸，等待开水温凉时把水引进。配料中的茶是指茶叶，而不是饮料。这款秘配方的成分比较常见，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。这款秘方可以使近视的朋友轻松治好近视，恢复健康视力。就像奇迹一样，当我用了此款秘方治好近视、恢复健康视力后，那种欣喜的感觉是无法形容的。你很快也会体验到那种欣喜、兴奋、高兴的感觉。治好近视、恢复健康视力后的那种欣喜、兴奋、高兴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。
在你使用这款秘方的第46天至第60天，你的视力会彻底恢复，你的视力会达到 1.0 甚至更好的视力水准。请各位朋友将此秘方自由转发，这样更多的近视朋友会治好近视，恢复健康视力。首先声明，我是一个中医，所谓的高度近视西医好像没办法，我介绍一个中医办法，原理我就不说了，因为你们不懂经络，只要有恒心，坚持3年，即使800度近视也可以根治。方法：头固定，眼球尽量左转25下，然后右转25下，一般后颈部就会有发胀的感觉，用手按摩揉一揉，马上就缓解了。这个时候你注意眼睛是否要明亮些。这个方法的诀窍是后颈一定要发胀，什么穴位就不说了，只要是近视眼后颈就会发胀，如果25次不够就做50次，发胀后马上揉揉2分钟，每天有空就做。注意事项：一、近视眼镜佩戴度数最好低点，尽量低点，不影响生活就可以了。感觉视力上来了稳定后，马上换更低度数眼镜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终有一天你会彻底解除眼镜的。二、不要佩戴领带，尽量给脖子宽松环境，衬衫领扣不要系上。这点很重要，是成败的关键。三、尽量不看电视玩电脑，如果看电视后多做这种方法。最后祝大家都能顺利解除眼镜。一定要有信心，西医的近视手术千万不要做，对眼球损伤非常大，年纪大了你就会非常后悔的，极易失明。你没注意动手术的医生还戴住眼镜吗？转眼的要领在于头始终朝前端不动，只动眼不动头。向左转时，目光要极力向左，能看多远看多远，但头不能向左转，向上转。时要极力向上看，但不许仰头，向右和向下也是如此，极目而视。转动的轨道应为圆形，而不要只是左、上、右、下四个点。顺时针转完25次后，再逆时针旋转25次，这时会感到后颈发酸，关键就在这，必须要转到后颈发酸才有疗效，只有此时眼部的肌肉神经才已经和中医讲肝开窍于目，肾主精于目，所以对许多眼疾中医都从肝肾来调治。石斛夜光丸、明目地黄丸等等，无不遵循这种治疗原则。但是，这些方法对于治疗近视疗效却不佳，
根源就在于近视更多是由于长期的眼部肌肉疲劳造成的，问题并不在深层脏腑，而是在经络层面。明白了这一点，近视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。网友提供的小偏方，一，黑豆和红枣按一一比例一起煮煮吃，每日吃一点，对轻度近视400度以下也即假性近视很管用。邻居家孩子上中学近视了，按方子煮过，吃了段时间就好了。不过这对更深点的近视疗效不明显，有小孩的不妨一试。二，每天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眺望远处，比如远处的树木屋顶，越远越好，仔细把视线集中在远远的一点。三，眼睛疲劳时候可眼观鼻子五秒，再看远处五秒，反复三次以上。喜欢这篇文章吗？立刻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在你使用这款秘方的第一天至第15天，你会感到精力旺盛，你在看东西时不会感到疲劳。在你使用这款秘方的第16天至第30天，你会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清晰。在你使用这款秘方的第31天至第45天，你会发现你的视力基本恢复到健康视力的水准。一，精通医术的高僧传出来的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秘方。得知不易呀，恢复视力的神奇秘方。慧明学佛资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从一位精通医术的高僧手中获得了一款能彻底治好近视、恢复健康视力的机密秘方。这款秘方效果奇特，可以使你在短期内治好近视、恢复健康视力。我曾经严重近视，900度近视，我用了它的秘方后60天就治好了近视，恢复了健康视力。这款秘方效果是如此奇特惊人，我恢复健康视力后的欣喜之情是无法形容的。我现在的视力 1.0， 本人相当兴奋。我将秘方公布出来，让这款秘方造福更多的近视朋友，使更多的近视朋友尽快恢复健康视力。尽管我现在在国外，
可是我还是要把这个秘方公布出来，使这款秘方造福近视的朋友。秘方内容如下：配料，陈皮150克，白参茶100克，铁观音茶10克，桂皮20克，八角20克。做法：把陈皮、白参茶、铁观音茶、桂皮、八角切块或碾碎，均匀掺合在一起，每次取用这种混合的配料4-5克，放入杯中，加入开水浸泡或放入锅中加水煮沸，等待开水温凉时把水引进。配料中的茶是指茶叶，而不是饮料。这款秘配方的成分比较常见，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。这款秘方可以使近视的朋友轻松治好近视，恢复健康视力。就像奇迹一样，当我用了此款秘方治好近视，恢复健康视力后，那种欣喜的感觉是无法形容的。你很快也会体验到那种欣喜、兴奋、高兴的感觉。治好近视，恢复健康视力后的那种欣喜、兴奋、高兴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。在你使用这款秘方的第46天至第60天，你的视力会彻底恢复，你的视力会达到 1.0 甚至更好的视力水准。请各位朋友将此秘方自由转发，这样更多的近视朋友会治好近视，恢复健康视力。首先申明，我是一个中医，所谓的高度近视西医好像没办法。我介绍一个中医办法，原理我就不说了，因为你们不懂经络，只要有恒心，坚持3年，即使800度近视也可以根治。方法：头固定，眼球尽量左转25下，然后右转25下，一般后颈部就会有发胀的感觉，用手按摩揉一揉，马上就缓解了。这个时候你注意眼睛是否要明亮些。这个方法的诀窍是后颈一定要发胀，什么穴位就不说了，只要是近视眼后颈就会发胀。如果25次不够就做50次，发胀后马上揉揉2分钟，每天有空就做。注意事项：一，近视眼镜佩戴度数最好低点，尽量低点，不影响生活就可以了。感觉视力上来了稳定后，马上换更低度数眼镜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终有一天你会彻底解除眼镜的。二，不要佩戴领带，尽量给脖子宽松环境，衬衫领扣不要系上，这点很重要，是成败的关键。三，尽量不看电视玩电脑，如果看电视后多做这种方法。最后祝大家都能顺利解除眼镜，一定要有信心，
西医的近视手术千万不要做，对眼球损伤非常大，年纪大了你就会非常后悔的，极易失明。你没注意动手术的医生还戴住眼镜吗？转眼的要领在于头始终朝前端不动，只动眼不动头。向左转时，目光要极力向左，能看多远看多远，但头不能向左转，向上转。时要极力向上看，但不许仰头，向右和向下也是如此，极目而视。转动的轨道应为圆形，而不要只是左、上、右、下四个点。顺时针转完25次后，再逆时针旋转25次，这时会感到后颈发酸，关键就在这，必须要转到后颈发酸才有疗效，只有此时眼部的肌肉神经才已经和中医讲肝开窍于目，肾主精于目，所以对许多眼疾中医都从肝肾来调治。石斛夜光丸、明目地黄丸等等，无不遵循这种治疗原则。但是，这些方法对于治疗近视疗效却不佳，根源就在于近视更多是由于长期的眼部肌肉疲劳造成的，问题并不在深层脏腑，而是在经络层面。明白了这一点，近视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。网友提供的小偏方：一、黑豆和红枣按一一比例一起煮煮吃，每日吃一点，对轻度近视400度以下也即假性近视很管用。邻居家孩子上中学近视了，按方子煮过，吃了段时间就好了。不过这对更深点的近视疗效不明显，有小孩的不妨一试。二，每天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眺望远处，比如远处的树木、屋顶，越远越好，仔细把视线集中在远远的一点。三，眼睛疲劳时候可眼观鼻子五秒，再看远处五秒，反复三次以上。喜欢这篇文章吗？立刻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Thank you.